徐谋俊跟宇宙要亲一个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跟俊有亲吗？我们不是私下已经拉完了吗？对，私下。A 到底亲了没？全明星运动会来到团战第二周，宇宙林思雨虽然在空气手枪项目不慎落差，但十二码足球表现亮眼，成功扳回一城。哎，宇宙，你今天看完书应该放心很多。哎，你卡姑可以哦，你卡姑真 Q 哦，很会踢哦，你很会踢哦。真的，比赛还是你那个脚烂惨，就是以前学校都会踢男生的那种脚，臭男生。对，就是用踹的那种脚。没有，我还是要说，我跟某俊的枪真的很敏感。盖上他，枪杆也盖上，上他。好，启发。好，不急。你们的枪是拿到敏感型的，敏感枪是不是？敏感枪，敏感枪，一触即发。哎，你只是轻轻摸一下，他就弹球。我自己也吓到，他就出去了。你们三个讲什么？那想到哪里去了 ？Hello， 徐谋俊跟宇宙要亲一个人吗？他们不行联系。你们还没看。我们真的不能连线的、啊。魔镜说亲一个，你的表情好像有点猥琐。没有啊，我跟魔镜有亲吗？我们不是私下已经说完了。对，私下。你私下是跟我吗？你不是跟新娘？你不是跟新娘拉的吗？不是，他是跟那个啦。不好说，要乱拉、啊，因为我有吓到我们一结束，小杰说那一句话，我想说哦，我们好像要被骂了，对对对，然后他用一个不同的方式要告诉我们，团队赢了，但是我们两个其实就是要记住这个感觉。那个徐谋俊跟林思雨出来一下，哎，你完了，加法，我们两个加法，亲一个。像我打十分，你好像不是太开心了。我就是这样，没有，是想说完蛋了，小真的超强，第一关。跟大家说，那个我在家里的地位提升了，不然每次都被这个在那边嚣张。哇，好好看哦！超越了吗？他现在打平也有点运气，就是刚好。比的项目我都还有点了解，嗯，对，还好没有差一个游泳，那我就 MVP 就没了。游泳那一周你先休息啦，对对，游泳那一周我可能先去帮大家拍拍照，帮大家递毛巾、递水。OK。我现在很真的蛮喜欢我们整个队的氛围的，王子真的扮演一个在团队里面太重要的角色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这种话不是私底下讲的，怎么在公开讲？我进红队的时候，我看到最开心的就是艾薇跟魔俊，宇宙好像还好。你好像对于跟我同队是开心，你好像比较喜欢小美哥是不是？没有，你进来的时候我很开心，是吗？是我一直作证，他真的很想跟你同队。哎呦，没错，王子连续两周获得 MVP， 能身为 Red Fire 的一员真的太幸福，完全了林汝山报道。